同学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是东大门夜市，东大门的古品夜市。我们每天环岛来到花莲的时候都会来逛，之前我们都住那一间立祥你家，立祥立祥就是在隔壁而已，住这一间立祥停车就可以直接走过来，比较近。每年环岛都会住立祥，比较近。那今年因为住比较多天，所以就找便宜的，就没有住立祥。现在要进去逛夜市了，吃晚餐。哇，今天人差差差。我们来的通常好像人也蛮多的，这个比较多人啦，以前我感觉比较多人，人差差差。记得说宅我都没有安抚我先生耶，我都玩了去逛街。对，看不见啥家，安妮看不见啥命，这边吃牛排，吃牛排，常常都吃牛排，你怎么变？这头前都是剩的啊，喝的。这剩多少后面啊？银鸡啊。花莲东大门夜市。头前这都是在剩的。江西川美通这家三组一百哦，海强强本周都可以玩到强强本周都可以玩，三组一百都可以一组玩，你看看，海强强这家玩看看三组，强强本周都可以玩，强强本周都可以玩，三组一百都可以玩。过来，来拢是同爱食的烤玉米。过来，遮都拢食的，头前拢会剩的，过来这排拢全食。啊，要吃啥？哇，这间是话袂遐济人，哎，有一间另外一间唔是内底较济人，伫迄边，啊，话袂，还是一间，唔是够另外一间吗？对啊，我记进前唔是伫迄边遐个有一间，啊，但迄间，迄间，也只想要四十五吧。迄间，迄间较大间咧。啊，这嘛是个人在唱歌。牛排，这什么牛排？这是怪带了吧？你要什么？
你们在哎，小白在那等啊，我现在就等。已经臭豆腐了嘛，真多。我说烤鸭要给你四八高低。他就白煮了，我叫你买来。好嘞。收过一只啊，在要食啥？对啊。哇，这间嘛人真多哦。啊，一个台北的先生。啊，我来暑假，第一届暑假来，以前拢是寒假环岛来东大门夜市。寒假来，感觉敢那较无遐济啦。国一啊，国一生啊。哎，你也去哪？我参加就做这黑。今天是。